希望真的真的可以多到很久没去的地方，然后让大家跟我有一些互动，留下一些回忆这样。因为成都的粉丝说，就上一次应该是八年前做签售的时候，有从一楼排到八楼的队，然后你每一张这个签售都签完了。有这样子，有这样久，八年呢？有，好，对，对不起哦，大家久。今天也是会把该签的都有签完。我觉得就是每次来看到这么多人的支持，就算是签到很晚很累，手会酸，但是还是觉得必须要做完这一项任务，因为对很多人来说，也许这一生就见你这一次，也许这一辈子也就见你这一次，然后见一次也很不容易。有的人可能排空了自己的行程，有的人正在为自己的考试准备，有的人正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，但是都想尽办法来见你一面，觉得这是做艺人应该尽量去满足他。